日，韩雪发微博晒出一组度假照片，并配文称新年第一波，感觉技术上较上一年有大幅度提升。照片中，韩雪飘逸的长裙搭配慵懒的人字拖，安闲惬意漫步在海边，被海风吹拂裙角飞扬，展现出她的灵动优雅。韩雪该组照片释出后，网友纷纷评论，每一张都美丽精致，气质在外自带仙气，当韩雪的摄影师真是一种享受，清凉的展现韩旭美，希望每天都能看到韩雪的游客照。韩雪是一个在摄影机前可以时而冷艳妖娆，时而温柔乖巧的人，她拥有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身材和美貌，天使般柔美的嗓音，戏歌出众的素质更是近年来乐坛少有，她拥有迷人的气质和坦率的个性，臣服于娱乐圈。